喂，好，到咗大年初四啦，听日咧初五，港股就八号复市啦。港股介日分析，今日讲题系建设银行939仍在等待突破。上个星期五咧收市嘅时候，建设银行系报4.61噶，跌咗0.646%。咁你见到个走势咧，开市冇耐就见到最高位、最低位啦，先见。高位就係4.62啦，跟住跌咗落去4.56，跟住彈翻上嚟。下晝曾經再見過呢個嘅，都唔係下晝，直情係上晝收市，因為上晝因為得半日市啊，上晝收市前咧就再見過有幾次嘅4.62嘅，咁就係收市價比呢個加權平均價4.59先稍微高，即係話即使。买家获得最后胜利嘅，因为股份历史波幅好低嘅啫，25.388厘，比恒生指数更加低，所以短炒唔系好大风险。咁呢只股份属于银行股嘛，咁我睇睇银行股嘅表现先。上个星期五啦，银行股咧就平均跌咗0.66%，咁个成交金额就多嘅18亿几，咁都好多银行股啊。就嗰个嘅整体主动买股比率系61:39，叫做。显著配合上升势头嘅，一只升一嚟，第一就升25只跌，但系一只升25只跌，一只冇起跌，15只冇成交，都能够61:39，录得资金净主动买入3.7亿900万，啊，咁都系唔系细嘅数目嚟噶，当然比过去5个交易日累积嘅6.7亿300万为少啦。如果我哋睇银行业嘅股票咧。就係、今日我哋睇建設銀行嘛，咁如果我係睇呢個變動率計，咁咪呢個排名啦。如果我係用呢個嘅成交金額計咧，咁建設銀行係排第二啊，咁第一就匯控啊嘛，都唔係多多啫，5.1亿，咁啊佢建設銀行有4.8亿啊，排第二位，不過就跌啦，大家知道啦。咁啊個別嚟講咧，佢係6.4:36，嗱建設銀行6.4:36，一陣間先詳細講呢個比例。资金净主动买入嚟计咧，用呢个排下先，佢都系排第二位嘅，不过就1.2亿600几万啦。睇下啲新闻啦，咁就上个星期，即系个周末之前啦，长周末之前有冇乜嘢特别大嘅新闻啊？见有咩特别新闻我再睇。有乜特别重要新闻咧？都系主要都系睇个市啦，OK，咁就冇乜特别嘅。主要都系睇个市，同埋睇内地救市嘅措施。资金流向整体就录得资金净主动买入1.2亿700万，头先讲咗，咁占成交金额好高啊，26.39%。整体主动买股比例，刚才讲嘅6.4:36，系接近非常配合全日低位。扫翻上个势头嘅大户炒家，之中咧超级大户就系100:0全数货，特大户45:55就配合下跌势头啊，普通大户咧就54:46未够配合上升势头，炒家就56:44就配合嘅，咁啊三个大户同埋一个炒家一类嘅炒家，咁啊超级大户就都扫得厉害噶啦，呢下明显啦。以下明显啦，特别上昼，特别上昼开市之后10点钟之后至到10:02喺呢10分钟之内扫得明显啲。买空金额比率咧就继续上升到去25.717%，咁就系显示有职业炒家增强部署睇淡呢个股份嘅短期后市嘅成交啦。我哋睇睇呢个嘅超级大户加。特大户500万起跳，总共11宗成交，加权平均价4.58，主动买股比率系72:28，系极度配合上升势头。我哋睇睇跌之中咧，有4宗，1、2、3、4宗系属于超级大户行为，全部扫货啊，全部扫货。就另外呢个嘅另外嗰7宗咧，就系属于呢个嘅特大户嘅行为，咁就系。1、2、3，多数都系质货啊，又唔系嗰度1、2、3、4宗，1个、2个、3个扫货，4个质货，咁都系佢嘅多数啦，冇错。
握住呢只股份嘅建设银行咧，主要就系两间，不过佢资金净被动买入就唔多嘅，得1000万多啲啲啫，就 UBS 同埋大丰昆泰证券啊，托住4.59仙几啦，平均，但系压住咧就主力咧系 ABNM 同花旗环球，压住几多？ABNM 资金净被动卖出就5100万，花旗环球3000万就压住4.59嘅，大约系平均啊。图表分析，建设银行嘅阴阳烛日线图，阴阳烛日线图上面咧，最后嗰三个交易日系连续三个交易日都系跌市嘅，但系最尾嘅交易日原来系阳烛嚟嘅，应该唔系阳烛啊，呢支应该系叫做阳定阴咧，应该系十字体嚟嘅，咦？咁就经济通似乎呢度有啲问题啊，同事讲讲。如果我睇红色，应该系阳烛噶嘛？4.61开市，4.61收市系相同，呢个应该系黑色嘅，唔应该系绿色噶。唔应呢度唔应该系红色嘅，应话唔应该系红色嘅。好，咁我哋再睇咧，就轮到呢个嘅平均市值咧，分别形势，5天高过20天，20天高过50天。可惜咧，就股价翻覆嘅5天下边平均线啊，咁平均线整体分布形势就全面利好嘅，但系咧就有少少转，都唔系少少嘅，都明显转弱咗。仲有就系嗰日咧，星期五咧最低系见过4.56嘅，系低过呢个嘅2月5号嘅低位4.57少少嘅，咁啊叫做失手咗。不过收市又翻翻上嚟，翻翻4.61，高过4.57，又唔死得晒咁啦。咁啊，成交好在咧，一路跌咧就一路缩噶成交啊！唔好计最尾嘅交易日啦，最尾嘅交易日就半日市嘛，缩系好正常啫。如果睇个 OBV 咧，创低系咪？创新低系咪？调整4.56啊嘛，低过之前嘅4.57啊嘛，但系个 OBV 系冇创新低嘅，即系背驰噶。咁呢个一个正常嘅回吐啫。你从呢个角度睇，辅助分析指标 DMI 咧，暂时仲系利好噶，不过正 DI 就叫做打橫行都好啲嘅，冇乜繼續下降嘅上升動力，但下跌動力咧係增強咗嘅，持續增強嘅。嗱，呢個就係短期形勢。咁你見到呢段咧，就都係反覆橫行嘅。呢個係短期形勢。咁就好似未睇到明顯係嘛？睇個周線圖，周線圖呢度明顯啲啦。一路自從呢個星期，舊年10月13号結束嗰個星期係高低位4.22至4.71呢個範圍之內。先跌后升之后咧，波幅较大之后，幅度就缩细咗啦，就一路打横行。上个星期尝试往上突破，突破乜嘢？就呢个横行区，横区嘅顶咧系7.72，系旧年10月20号结束个星期嘅高位，穿咗啦。其实呢个系4.72啦，高位啦。其实喺上个星期。再上个星期，即系前个星期咧，系见过4.73，系突破少少。可惜嗰个星期收市位4.61，上个星期咧见过4.79，可惜又4.61，始终系过唔到4.72啊，唔算正式往上突破，反复横行嘅局面依然系维持紧嘅。咁啊，最低咧系见过前个星期嘅4.3嘅。咁啊，上个星期咧一支阳烛系升，叫做系。睇下先，4.61，嗱呢度又系有问题啦。前个星期嘅低位咧，个收市位咧系4.61嘅，系咪？上个星期收位又系4.61，点解红色咯？系咪啊？应该系黑色嘅，系嘛嘛？黑色嘅代表冇升跌啊嘛。咁啊，听日啦，同同事讲讲啦。咁就跟住咧就呢个嘅阳烛。阳烛我睇下边一支红色，成交咧就唔够上个星期多嘅，咁啊少咗半日嘅交易。OBV 就系继续攀升反弹，嗱 OBV 就几靓嘅，点解咧？望 OBV 系咪高过晒之前啲砸顶啊？即系话咧，代表个股价仲有条件继续正式往上突破，继续再升，再挑战个阻力位4.72，正式往上突破嘅。所以中期嚟讲咧。系略为睇高一线嘅，可以从呢个角度睇啊。OBV 辅助分析指标 DMI，由于 ADX 唔够20，所以冇乜大嘅参考价值。我哋睇月线图，又系一路横行，
嗱，呢個長期橫區係仲耐維持得，基本上咧就自從佢跌咗落去2018年10月之後咧，跟住就反彈落彈落，咁咧都係一個橫區，不過幅度擴闊咗咁解。最高咧係曾經見過，呢、這個應該最高啦，係喺2021年3月嘅5.5毫零先一，最低咧就喺呢個啦，3691，睇下先啊。冇錯啦，3691就3.5毫九先一，就2020年嘅10月低位，呢、这個更加大型嘅橫行區，中期、長期、短期都係喺橫行區度。平均線整體分布形勢就黐埋一嚿嘅，但係5月叫做高過20月，但係50月咧就仲有阻力啊，呢兩條線未過到，咁啊叫做利淡嘅整體分布形勢。好在股價就高過兩條線，就低過係咪高過？低过唔系话高过晒三条线好似系咪咧？高过晒，好在高过晒三条线啊！收市位计4.61啊嘛，50月平均线4.60先3啊，咁啊叫做偏淡啦，咁啊算啦，偏淡啦，唔好叫向淡，因为高过。暂时今个月未完嘅，就连续两个月跌市两，连续两个月阴烛。OBV 系点咧？呢、这个过唔过到？最高系正1.96，暂时。系剩1.95，未过到。如果过到嘅话咧，今个月我哋预计呢个位阻力位，旧年5月高位5.27先8，系有较大机会被升破噶啦。好，咁啊，附助分析指标 DMI 同中期周线图一样，都系冇乜参考价值嘅。然后我哋睇日线图，日线图上面刚才讲咗。呢一个位4.57系一个失而复得嘅支持位嚟嘅，暂时咁样较大嘅阻力咧，我哋会喺4.72，刚才提过呢个位噶啦，同埋之前见过高位4.79，系咪啊？阻力就系咁啦。咁我哋就咁睇嘅。咁另外要睇嘅咧，支持咧嗱，亦都系呢啲位啦。12月11号旧年嘅低位4.33啦，呢、这个低位咧，上个月22号低位4.3啦，都系支持位嚟噶。仲有冇支持位睇咧？有喺条上升轨，但系每一个位咧去到都我要特别留意嘅。呢条一路吞上嘅，就系、是、由。旧年8月21号低位4.01先，同埋刚才讲过嘅4.3引申上嚟嘅上升轨支持，睇睇定一定俾大家睇呢啲位。OK，睇到话，跟住啦，我查晒呢啲线同你查晒呢啲线啦，之后咧删晒上边，先睇个阻力先。嗱，如果我哋好乐观咁样。当佢冲破呢个4.73，我就睇一个上升通道。如果上破嘅话，呢个系4.3啦，4.56啦，去上最远嘅点系1月26号高位4.72啦，咁就会睇呢个上升通道顶。但系如果冇咁乐观，喺个重要调整。落嚟先至可以弹出去咧，就唔系咁睇啦。你就由呢个嘅4.3升到去4.79，回落嗱0.382倍量度跌幅目标到咗啦。你就去睇0.5倍同0.618倍量度跌幅目标啦，分别系4.54先半同埋4.48先7，4.54先半同埋4.48先7，呢个好清楚短期形势，中期嘅形势咧，我就唔再度嗰啲位咧，都系一样度噶啦，4.3度到4.79度翻落嚟啊！我哋就反而睇一睇啲嘅上升通道啦。嚟今次咧，系由呢个4.01先，去年8月25号结束嗰星期嘅低位，同呢个4.3啦，推上嚟中期我而家讲紧啦，呢、这个高位4.71，旧年10月13号结束嗰个星期嘅高位，咁就喺呢个上升通道度，反复。偏好嘅机会，
就大少少。咁呢个我系讲一个嘅中期嘅情况啊，长期咧，长期系横行嘅啫。我试下画翻头先讲嗰啲位，呢、这个咧最大横区啦，呢度系3.69%啦，2020年10月低位啦。嗱、啊、呢度咧就3.67%，系再低少少噶，就系2022年11月低位，其实差唔多啫，两个位。高位咧就好明显系呢个啦，啊5蚊5.50啦，2021年3月高位啦，啊你话近少少嘅，OK 呢个大嘅长方形里边有冇细长方形有呢、这个咯，支持嘅4.01，旧年8月低位，阻力噶，旧年5月高位5.78，隔两个上横横区咁俾大家睇嘅。啊，咁就另外嘅可以画嘅就有啲阻力线，长期嚟讲支持先，支持呢两个位。啊，头先读过啦，唔读系咩位啦？阻力嘅你可以咁嘅，不过其实呢条线都唔系好斜嘅啫。嗱，睇到清楚嘛？放大少少，系咪好清楚啊？好啦。咁咧就刚我睇睇先，我头先由边度开始度先？我头先呢个度咧系由呢个嘅4.43度嘅，OK。咁长期咧，我由4.3度噶嘛喺度。长期咧，如果仲要再跌落嚟嘅，假若啊，查咗先吓。如果仲要再跌落嚟嘅，我哋睇嗰个量。度跌幅目标，我哋就由呢个度3.67%啊，2022年11月低位升到上去5.78%，旧年5月高位，放大佢，OK，跌到嚟好重要嘅一个位系0.618倍量度跌幅目标，嗱、啊、曾经到过嘅，到过之后冇直接试3.67%之前。去个0.764量度跌幅目标4.05支持附近，曾经低见4.01弹翻上嚟，咁而家叫做企翻稳咧0.618倍量度跌幅目标上面，咁、那个形势应该系好少少嘅。当然你要将个指站位或者指示位推高啦。咁既然好少少，我哋就要咁睇啦。长期有冇得转好翻少少咧？我就呢个开始度啦。5.278，即系旧年嘅5月高位跌到落去，刚才讲过4.01，反定系0.618量度升幅目标系4.79-4，呢个关键啦。4.79-4企得稳喺上边，后市继续升，最少会见到5.278前边啊。咁啊，企唔得稳上边，又要横多段时间啦，喺个较窄嘅幅度里边。嗱，跟住咧，我哋睇5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，日线图。而家嘅情况咧系淡好，咁就两好三淡，形势系偏淡嘅啫，短期啊都仲有啲危险噶，系啦，跌即系啱啱之前嘅低位跌过咗龙啊嘛，中期咧就靓好多啦。5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都暂时全部利好嘅，系显著向好嘅。长期咧，5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，好大啲，1、2、3、4都系全面利好噶啦。呢只股份建设银行中长期都系显著向好噶。咁呢段投资嘅分析讲完啦，听朝早我有港股市场分析嘅，到时见啦，多谢各位收睇。